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。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？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。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犯罪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。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。你的圣邑变为旷野，锡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。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焚烧。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。耶和华啊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静默，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